好，首先先按暂停，然后打开任务，组织差事，然后制作到任务那边，再找那夺记大作战。好，点进去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。好，然后打开手机，好，叫一台直升机来。对，那个，叫一台直升机来。Hello, you're through to Meriwether Security Consulting. What can I do for you? 直升机接送。A helicopter has been dispatched to your location. 然后这时候只要等直升机下来，你再准备枪杀他，夺他的飞机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开直升机去任务的屋顶上抢救安娜，对，慢慢的降落，对，慢慢的降落。这时候那个安娜就会上来找你了，就完全就不用跟他们歹徒一直枪战了。拿上飞机之后，歹徒才会发现怎么不见了。这时候再开用直升机往前开到任务地点交货，这样就完成了。